怎么了？这么看着我？你觉得现在这样的生活好吗？现在？你指的什么？就像现在这样，跟我在一起。怎么突然问这个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像现在这样跟我在一起，和你之前设想的一样吗？是不大一样。起码我没有想过我会来到这样的舞厅，还学会了跳舞。我想也是，你可能根本就不会喜欢像我这样的人。那你觉得我会喜欢什么样的？像我哥那样的人，有原则，讲规矩，讲秩序，反正不是我。我知道，是我哥让你嫁给我的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该自己去选择自己喜欢的人，而不是听别人的安排，这是一辈子的事。你在质疑我吗？我在心疼你。一直以来我都想对你说，你一直在忍耐，忍耐了太多，忍受家庭，忍受别人的安排，还要忍受我，这对你很不公平。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不该这样选。那我该怎么选？你该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，一直听别人的，你快乐吗？行了，我不想听你说这些，我有我自己的安排，也请你不要自以为是的认为什么对我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。他走了，你不说话，我也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是吗？你在乎他，但同时你也担心，因为在你心里，你特别在乎的人，你希望他们离你远一点，你才会安心，你才会觉得他们是安全的。你好像喝多了。那又怎么样？醉酒的女人更了解男人，特别是我，因为我很清楚你。不过我不能陪你了，今天晚上我还有个应酬。我想要提醒你，如果你在乎他，就抓紧他，因为一旦失去了，就再也回不来了。